梁任贤，我现在已经落地上海了。李回头。每天就我坐的这一班飞机，你怎么到这里的？我飞俄罗斯转机，为了去追上你啊。嫂子，我冤枉啊！我刚拿到信，还没来得及收，就被你们给带回来了。我真的冤枉啊！我这进来的人都说自己冤。这到底冤不冤呢？那得等看你去哪儿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哥，哥，你得捞我，闭嘴！捞什么捞啊？别想那些没用的啊！想早一天出去就一句话：坦白从宽。行了，你们人也见了，走吧。啊。哥。走。哥。嫂子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想想办法。警察同志，他这个到底放的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弟弟掷甲受甲，突击检查的时候呢，他是人赃并获。你弄成这样，不就是让人看的吗？怎么了？夸张吗？我觉得穿得像自己，比穿得像自己的年龄更重要。你原来那样就挺好看的。许愿吹蜡，对对对，许愿许愿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小琪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我今天就不请大家吃饭了，改天一定补上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小琪啊，你是不是跟老公有约会呀？哎呦，开心呢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是。现在吗？必须今天以内是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好好好。你看他上去了啊。徐总，我有急事，先出去一趟啊。哎，他每次都有事。蛋糕还没吃呢，小琴。哎呀，约会呢。对，好像对了。是啊，谢谢师傅。您好。你好，周女士，我给你先生打过电话，但是他没有接，所以就只能让你跑一趟了。现在情况算是乐观的，陈旭他是初犯，各种转账手续都很容易调查，他获利也就是2万多块钱吧，如果超过50000，就可以被定罪了。那么现在的处罚结果是把假货没收，3倍赔偿，人呢肯定是要关满15天的。我已经准备好罚款了。好，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，过几天就可以直接去领人了。谢谢您啊。不客气，顾家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好了，其他事你什么也不用管。麻烦您了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哎。
您好，我上楼找个人。早下班了，没人了。我上去看一眼还不行吗？真不行，真没人了啊。谢谢您啊。现在想想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说是工作性质特殊。但以前更忙的时候，就算漏掉了信息，也会尽快回复。到底是从哪天起，电话里没有了废话，微信里面没有了表情包，所有交流三个回合，五个字以内，一定结束。你在家？怎么连成这样啊？我一下午给你打了多少电话？我给你回过去，你手机关机了。坏了！我一路淋着雨回来，到家门口连家都进不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门锁有问题，让你换一个。我知道这门锁有问题，但是我不跟你说了吗？这开门的时候需要点技巧，你跟我吼什么呀？你上次说完了以后，我就以为你以为你以为什么什么都你以为，你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吗？满脑子就是你那些鱼，说好了陪我过生日对吧？从下午就不接电话，不接电话不回微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下午是真有事儿，我手机就放在剪辑台上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制片人已经不让你剪片子了，什么事儿大事儿啊？连你弟弟的事儿都不管，陆姐，下午律师都找不着你人。你没关门啊？关了吧。皮卡丘，给我钱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今天我过生日，我过生日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那门我确实是没留意。对，你是不留意，不留意门，不留意猫，不留意我，这个家你还有什么可留意的？我真想不明白，你这样的人，你为什么要结婚啊？我为什么要结婚？周小琴，当初咱俩相亲见面，我觉得你是一挺温柔、挺善解人意的姑娘，你们家又踏实，不像我们家这么乌七八糟的。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，就是为了过踏实日子。结果现在呢？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轻松省心？这有错吗？都说婚姻是避风港，都想避风谁当港啊？你工作上可以积极主动，在可可西里扎两个月都不嫌累，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冲锋陷阵不嫌难，唯独回家到我这儿，最好一滩死水，凭什么呀？自从孩子没了，我每天失眠，我每天靠着这些耳塞在睡觉，你知道吗？你关心我吗？你每天睡得跟个死猪似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有你这些鱼缸吵死人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多少钱啊？这事儿要有你说的这么严重，你该看病看病，你跟我这儿找什么茬啊？怪不得手术之后婚戒也没了，原来都是种预示。有一种婚姻，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，就是越过越糟心。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，我们离婚吧。行，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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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早晨8点民政局门口，谁不去谁孙子。是徐总吧？是啊，我是林有有。你好。脸，您脸怎么了？啊，我这前两天撞了一下，没事儿了。
这两天我负责接待您在园里转转，有什么需要的资料啊，我一定尽力帮忙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的工作嘛。那我们先进去吧。走。您之前有来过这儿吗？我有去过东京的。我们的面积会更大，不过主城堡比较大，在烟花设计上可能需要考量。我已经拿到你们具体的数字了。烟花设计师这个职业真好。大学毕业就干这个了，到现在一点也不腻。真的，这也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把简历投这儿了吗？不知道。我喜欢烟花，现在到处都禁放，只有这里啊能满足我这个小癖好。你老看也不腻吗？会有变化呀，这不你来了吗？你设计的烟花好看吗？等我设计好了，自己看吧。这个给你。这个牌子创可贴最好了，防水、牢固、透气。我儿子还特别喜欢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，我们家常年必备。创可贴还有好用不好用啊？区别可大了，试试。那我试试。我儿子啊，到了淘气的年纪，总是磕磕碰碰的。我老婆从十几个创贴当中挑出这个品牌，每次去日本，我们都要囤上十几盒。老婆，哎，老公，你那边一切顺利吗？顺利。儿子，想爸爸了没有？想不想看游乐园？爸爸，游乐园里有小飞侠吗？你等等啊，爸爸给你找小飞侠。还有远处那彩色的房子了吗？还有这边灯塔，还有这座大古堡。你看这大风车大不大？儿子。好像没有小飞侠呀，你乖乖听妈妈话啊。爸爸工作完了回去给你买礼物。好。想你啊。你都画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这刚有点灵感，我得先画下来。不然一会儿灵感就没了。不用等我，你先吃。没事啊，我看你画图有意思。先吃饭吧，我要再画下去连饭都不吃了。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给你唱首歌吧，就让你放松一下。唱歌啊！你等一下啊。常常梦想自己双翅膀，在天地之间飞越山川河流，飞越故乡，飞到了你的身旁。常常梦想自己有双翅膀，可以在天地间自由翱翔，飞越山川河流，飞越故乡，飞到了你的身旁。